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龙雪。白龙雪今天要来跑这个二行程跑山影像记录的影片了。今天来到了这个算是第六站了、啊，我要先从那个番路那个十字路口哈、哦，直接杀到这个紫云寺这一段，这一段蛮经典的。然后如果说片长不会太长的话，或是机体够，我紫云寺再上去有个秘境再分享给同学。呵，废话不多说，行，我先看你落不，走了。啊，因为赶时间呐、啊，没有时间去买那个手套，就先用米老鼠的。然后我这个表不准一样，进入快转模式，用录影，不要再像上次一样跳掉后，跳掉的时候这个，因为我、啊、这个刚好是那个背光了、啊，背光在拍这个、啊、影像才会漂亮，所以那跳这种影像记录啊，也不是说你要骑就骑，我今天真的是。不要看，快这体力没带我，临时把它来拍这个影片。那天气又很好，我们看到那个山，我们下去到最上面那边啦、啊。对吧？这里啊，这个修彩的，修彩就是这个都直线比较多啊。啊，白龙雪，挑这白龙雪光水水凉啊，脚底还要无聊。然后我视角就尽量用高一点，那个零配要把它调整高一点。哦，来到那个环罗的市区了。来，每礼拜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怎么在骑呢？干嘛骑啊？劲就高啊！快烧啦，就是快烧啦！这菜馆点这么热名，那牛排馆，这有一间，什么什么在吃牛排？这间不叫什么名？我有同学讲者，我知影骑同机，同学就爱吃牛排。哎、欸，敢是吃阿头前啦？半天盐的迄种。牛肉店啦，我在这边顺便再检查一下我的机体还够不够，还有没有那个手机录到一半又被那个档机又停住了。这样，看一下哦，来，还有在落去哦，这间，嘿，这间人听讲俗个大哦，我本来吃过两次啊。台湾学这十九起的，我在爬山是还蛮吃力的，结果但是那个都不是理由。咱在咧去遐所在叫大湖啊，唔是迄种蛮草莓的啊，你要去遐无草莓好办咯。来坡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一样，我停红灯的时候，我过来 check 一下荧幕。哦，你在迄中段，你们真正惊惊到啊！有了，够有咧落啊。好啦，绿灯啦。有同学吼、哦，你讲要来。含白龙雪陪跑啦，来，迄、那个半天盐四公里，迄咱的装备，系啊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想你家己你是机动性较悬，因为有时候约好了也不一定说那个天气好就能开拍。哦，快转模式。哦，紫云寺那边搞四公里要这么近。哦，很久没有骑摩托车，真的很一种很自由的感觉。这个部分我脚穿要把它提起来。半天盐。哎、欸，从这边开始，这边个是啦，那道路封闭了，这种路骑起来就爽。哦，小狗了，那听到小狗叫，我来确认一下，我的机体够在挡我嘞。哦，好加载，你那拄我真正叫惊到啊！小狗为应该来坐呢，惊到。这个边啊，那个都是红旗。我记得这个喜欢吃那个柿饼的哈、哦，皮亚贝拉，这里是好像哎对了，皮亚贝拉这是也名产的、啊、产地啊。我刚才是很刚才讲的，大汉是变做啥感觉？哦，进入这个小山区，大概快到了，我有一个印象。哦、我那兄要行过呢，其实我是骑了对唔对呢？我说你骑这种影像还是不错呢。自己很多年没有来了，也可以存档一下。啊，我准备骑到对面，伊迄边红山啦，迄边红山啦，哎、欸，半天盐紫云寺代替道路，靠我油是够搞我咧，因为他这个路整个都，啊，伊这无代无只红山咧。
擦擦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同学是要冒险的，正常是要直直走了。也这个来不及，这道路封闭是在封什么沙哦？奇怪啦，我猜今天天气真好呢。哎，帅哥，这门走那个紫云寺，这嘛是对家去哦？紫云寺啊，伊也敢那封起来呢。哎，足远嘞！哦，好，谢谢。这安徽人真好。出口这个是会当探去一种天长地久啊。这条路我没有来过，顺便冒险的。哎呀、啊，还有在路吗？好，有。快点！帮他修理好啊！奇怪，这当趟紫云寺，我实在……来，我同学看嘛，这么乱管啊啦！来看一下，你看，现在那么高了，好走。所以刚刚不会打波机，这座楼到底在做什么烧呢？奇怪啦！我就是要先找那间庙啦。呵，你这些骑起来真的好笑啊！我嘛唔知道这条到底是要当到倒咧。同学啦，早下再来讲。啊，你哦，小手动作真正有要穿青纱真正。我见啦，但是我算骑起来这个秘境算敢那弹着啊，酷嘞！Oh my lord！ 哦，现在天气在变，那个暗又很快啦。我怕现在怕了，先讲嘛，大湖村的什么酒汤、酒卡汤、紫云寺，搁几分钟到，伊不爱讲呢，唔知是真远无。来来，搁翕一下影像迄落记录，我为什么徛个咁要吐呢？要收呢？你看。哦，这个白狼雪二行程跑山，我也不知道全爬不下去哦。这白狼雪的体质是要做到晕车的呢，那么所以欧多拜嘛是要行，那么久无行，行到应该要吐，哦，快吐了。感觉我的大火箭化油器的油在搞，真惊嘞！白狼雪现在没有退路了呢。到底要多远呢？哇，要修嘞！这苗就当安尼啊，来啦，看什么就当安尼啊。你看，嘉义为什么是人家说是个好地方？你来看，你就知啊。来，你看，环境有水无？有水无？我跟你讲一下啦，喜欢跑山的一定会上瘾的。我看到有居民，所以我是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奇怪了，吓个用要吐，真正，怎么那么远呢？我伫想讲，迄、那个车啊，伊拄啊骑了唔对路，结果是我骑了唔对路。所以这跑山哦，真正唔知失败无，什么小那安尼，先看卖爬啦。不知道什么烧烧，前面内衣那个胶皮啊那边，镜头在那边扬。啊，这哪能到头跑到我这？啊，你看，紫云是约几分钟？七分钟一个呼掉嘞。那个阿兄说不会很远，到底是七分钟的山路啦，很难知啊。但是我现在前进跟后退真的都没办法了啊，只
真正一摆真正排冷血拍这真正算一种足真实的肉片啊。而且不知道是什么路段，我希望也七分钟是一种能够用走路的步行啊。哦，你那个跨山壁啦，这个到底是哪一段的？我真的是搞混了呢。这一段我讲真的我没有骑过呢。哎呦，半天岩叫做嘉义一二四啊，要管用下来了。那个看板写的啊，什么方向被逆光啊？逆光在拍效果不知道好不好呢？就靠这只烂手机来帮我拍摄这个影像了。来，快点，摩车，快点！制造效果嘞，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望天岩是在那边，对啊，道路封闭，要给搞的嘞。啊，啊，我知啊，我钓一只探来吃，安尼无要紧，我路程要重新规划。我跟你讲。这一段就是我要来的地方，这个就是那个嘉义最高点哦，竟然能见度那家也拜。来，光圈设定好之后，让同学看一下特写哦，加赞哦。原本是要从那个紫云寺那边跑上来，然后因为阴错阳差那个路封了，变成从它半山又起来不错了。这里海拔算还蛮高的，然后。那个原本天气能见度好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整个嘉义市那个南坛的一坛，尤其这坐车这坐稳就赞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站规划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我们来感谢我这台阿水啊，哎呀、啊，哦，跑山跑得非常辛苦，哦，真赞哦，我要是这热龙台的无要紧呢，然后我们下一站接着从这边跑到紫云寺。